常被形容成比生孩子还痛的胆结石究竟是怎么形成的？嘉联太平医疗网外科医师李隆庆本周专业说明：常吃油腻的东西的时候，在回去的这个过程中，有时候会带着油，带着油带回去，OK， 然后就会有时候在经过一段的压缩以后，就那就会变成结石，结石了，对，然后就会越长越大。像比较年轻的朋友，可能说减肥，对，做了减肥，然后就都不吃东西，可能一天吃的比大概800卡路里还要少。OK， 那的话胆汁都一直没有在运作 ，OK， 所以它就一直容易停在同一个地方，那会容易造成结石。在做完胆囊切除手术后，饮食生活需要特别注意什么？嘉联太平医疗网外科医师李隆庆也有专业解答。事实上，如果真的把胆囊拿掉以后，摘除之后，那当然，因为可能会因为吃太油腻的东西，所以造成容易泻肚子。泻肚子，对。可是除了那以外，应该是没有什么。不有太多，都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正常的生活来做自己吃喜欢吃的东西就对了。而全新单元书香房本周继续请到乐书房店长 Alice 介绍日系古董漫画。它是发生在博物馆里面的事情。博物馆里面当然就是包罗万象，宝物，对对。那每一个里面博物馆的物件呢，产生了一个故事，是一个侦探故事，所以基本上是侦探类型的。丰富赞美华人生活，讲亮话。本周六晚间8点起，新闻台首播；周日同一时间，超视无线台34.5频道播出。欢迎观众锁定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